大家好，我是哈鲁卡。大家好，我是美姑咪。在前三集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静冈县中部的冬季之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吗？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粉丝专页来去观赏一下咯。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日本三大名茶之一的静冈茶，到底在中部呢，又可以去到哪一些设施，做到各式各样的体验呢？就要请美姑咪来告诉我们咯。咦，哈鲁卡，你知不知道日本有所谓的三大名茶？当然，拜托，这问我就对了。三大名茶就是静冈茶、宇治茶，还有霞山茶，对不对？真的非常聪明哦，喝了静冈茶都会长智慧哦。真的，你看哈鲁卡现在什么都知道。没有，我跟上一次比起来是变聪明很多。对对对。那其实呢，静冈的茶哦，它是三大名茶里面色彩色泽最漂亮的哦。可是其实日本茶的整个茶的世界是非常深幽的、哦除了静冈的茶色很漂亮以外呢，如果你想要了解静冈更多的话呢，静冈的茶是一定要知道的、哦。真的，所以来到静冈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静冈的茶之都博物馆哦。感觉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跟茶有关的知识，对不对？对，茶之都博物馆呢，它是位在这个茶田当中的博物馆哦。它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茶的历史，然后甚至是生活文化。好，来到这里呢，你除了可以实际的研磨茶叶以外呢，也可以品尝到茶道的体验哦。哦，所以来到这边呢，可以获取很多知识，又可以体验，感觉真的很棒哎。对，那它这边呢，除了有茶室以外，还有日本庭园哦。那尤其日本庭园呢，它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小绝远州这一位造亭的庭师哦设计的哦。哎，刚美姑你有讲到茶室，所以茶室是可以在这边一边喝茶，该不还可以一边看风景吧？哎，没错，天气好的时候，从我们馆内就可以看到富士山哦，是相当漂亮的景色。好，而且呢，这边的卖店非常好逛啊，因为像哈鲁卡，你一定也会买很多土产，对不对？怎么知道我最喜欢买的呢？那到静冈啊，一定要买茶了，而且这边是免税店哦，就买了还可以退税，对、哦，所以直接在这里就可以享有免税的折扣了。对对，那它除了静冈茶的各种商品之外啊，这个世界最浓的抹茶冰淇淋拿拿鸭，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买得到哦。哦，所以在这里就是吃喝玩乐全部都可以一次搞定，太方便了。如果跟我一样喜欢静冈茶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茶之都博物馆喽。除了参观茶之都博物馆之外呢，另外一个看点哦，就是在博物馆外面的日本最大的茶园哦。当然，说到静冈县的代表景色，除了富士山之外，当然就是茶园，对不对？对，那这片台地哦，是在明治时代由武士所开垦的这个木之原台地，那它一共有5000公顷这么大，5000多公顷，那也很大哎，对，非常的辽阔，一望无际哦。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点似曾相似哦。嗯，原来是在台湾跟日本都很多茶广告都曾经在这边入境哦。你这样子讲，我脑袋里面就有画面了。哎，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啊，它上面好像有一根一根很像电线杆的东西，那个是什么啊？哦，那个东西哦，其实是风扇哦。嗯，对，那这些风扇哦，它是为了在空气当中形成气流，让这些茶叶呢不会因为这个霜害造成茶叶的损伤。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种植茶叶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而且这边的自然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也推荐给喜欢静冈的朋友们。那其实还不止这样哦，除了我们刚刚可以喝茶、看茶、认识茶以外哦。静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叫做斗茶。斗茶是跟那个斗鸡一样的概念吗？要打来打去是不是？那斗茶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中国，但是呢其实它是相当特殊的，它在日本也发展出它很独特的文化。哦，是什么样的文化？好，那首先呢，第一轮的时候呢，它主要会有两轮的进行，那第一轮的时候呢，它会发下不同的茶，例如说是煎茶或者焙茶等等的茶，然后大家就轮流来品尝这些茶。那到第二轮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随机发给你一杯茶，这时候你要写下这个是什么茶哦，就是要考考你说你认不认得这杯茶是你刚刚喝过的哪一杯，对不对？对。那最后呢，会以答对最多的人来作为这今天的赢家。这个想必我们的美姑咪大大应非常厉害吧？说说看你的成绩怎么样？我会喝茶，但是不会认茶。对，参加过比赛之后，你才发现茶
真的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哇，感觉很有趣耶。那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斗茶的话，可以怎么报名啊？好像静冈市啊、藤枝市，它其实都有常态性的举办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向当地的观光协会询问，而且中英文 email 都可以、相当的方便。那真的很方便耶。所以如果想要来体验看这个斗茶的比赛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去询问看看。不过除了斗茶之外，还没有比较好玩的喝茶体验？好，那就推荐大家到可以眺望到南阿尔卑斯山系甚至是富士山的秘境哦来喝茶。那这样是不是够特别呢？这样感觉跟大自然合为一耶。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好，这个被称为天空茶园的丰好园哦，它是在静冈县中部的山区哦。主要呢，它是在2019年的静冈市举办的茶事变当中呢，有两家茶事间呢就位在这个山区里面哦。那为什么叫做天空茶园呢？该不会它在天空上吧？好，那天空茶园呢，其实它就在350米高度的地方，因为它在山势上，所以呢，在早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漂亮的云海。那天气晴朗的时候，除了有漂亮的山峦跟富士山以外哦，你还可以品尝到这个非常美味的日本茶。好、哦，所以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然后又有云海，这根本就是人间仙境哎。对，那除了茶好喝以外，它这个茶还有得过这个全国品评会的入选，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来这边品尝看看在天空的日本茶。哇，这么厉害，一定要到这边品茶，同时来体验一下这个视觉跟味觉的最高享宴。好，除了喝茶呢，还有一间好吃的冰淇淋店想要推荐给大家。冰淇淋，赶快告诉我最爱抹茶冰淇淋。好，那这边呢，这间店叫做马路珍哦，那它是以这个我们烘焙最好的茶叶来作为出发哦。那这间店呢，它是利用80度到200度之间不同的烘焙温度，那会形成不同的冰淇淋口感，那来作为它的商品。哎，这样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呢，你可不可以讲白话一点？你直接告诉我要怎么选择冰淇淋好不好？好，其实呢，一般来讲，如果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呢，就推荐你可以选择100度的浅焙哦。对，因为一般来说呢，它都是用这样100度下去作为这个茶叶煎茶的烘焙的温度哦。所以基本款就选择100度的浅焙就可以了。对，没错。那除了这个冰淇淋以外呢，在这个地方呢，它也有卖茶。对，所以喜欢静冈茶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喝一杯静冈茶，也是很不错的享受。哇，想不到只是一球抹茶冰淇淋，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面。哎，讲到这边，我真的很想很想去静冈来吃一球抹茶冰淇淋。咕咪达达，赶快带我们去一下，拜托。好，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到台北哦，去品尝在台湾就吃得到的静冈抹茶甜点哦。你说在台北就可以吃得到抹茶冰淇淋吗？好，那请大家期待我们下一集吧。哎，期待下一集咯，太好了，从来没有这么期待过下一集。下一集呢，除了哈鲁卡跟梅姑咪要一起来去台北吃到静冈茶的甜点之外呢，也要带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去咯。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旅游资讯，欢迎上到我们静冈县的官方网站来下载旅游手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下集再见咯。